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小熊手绘出来视频。然后大家看到啊，这一期呢画的是一个妹子，对不对？画的还是和之前一样，对不对？画的那个就是那个妹子，对不对？画那个妹子，然后这个妹子呢其实是一个智障少女啊，对不对？是个智障少女，她呢会智障，对不对？你智障吗？我智障，不，我犯贱啊，对不对？智障少女，然后大家看到啊，这一期呢也是提前起好草了。起好草之后呢，先是给大家上色，也是先从肤色开始入手啊，然后这时候可能就有小伙伴要问了，哎，小熊，你这一期为什么跳票了？跳票这么久？其实跳票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有一个重磅消息，对不对？有一个重磅消息，迫不及待的。哎，要拖几天告诉你们，对不对？因为要准备嘛，对不对？然后这个重磅消息是什么呢？对不对？我一会儿再告诉你们，对不对？给你们卖卖关子，对不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一期呢画这个智障少女啊，对不对？怎么画呢？然后刮肤色之后呢，是先等肤色干，等肤色干了呢，先从这个头发的这个阴影处开始画，之后呢。大家看到啊，这个也是等它稍微干一点，之后呢，我用这个棕色，加了点水，去铺了一下这个头发的边缘处啊，对不对？包括这个发梢，就是些发梢处啊，然后刘海什么的这地方，给它加了一点过渡色啊，这样的话显这个头发呢是比较有感觉吧，对不对？这一期呢还是和之前一样，是那个银发娘，对不对？那个智障少女。然后大家看到画完这个之后呢，就开始用笔蘸了一点这个深蓝，再加水然后弄出一个头发的阴影色，去勾一下这个头发的阴影，就是发丝之间这种小阴影。然后这个勾起来呢也是挺讲究的，对不对？然后勾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就是注意，一定要流畅，对不对？然后再就是呢，一定要连贯。这个东西呢，尽量的要从一个边缘处开始画，懂不懂？就是比如说，因为这头发嘛，它都是从头皮出来的，所以说呢，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一点，不要凭空就冒出这么一根来，就显得很怪异，对不对？然后画完那个呢，也是再调一笔深的颜色，继续去画一下这个头发底下的这个阴影，头发底下呢是这个比较深的阴影，这也是这个想画这种银发娘呢，又想让这个头发看起来丰富，而且呢又想体现它是个银发，就怎么弄呢？就是通过这个黑白的对比，就把重的地方加重，就自然而然的这个该亮的地方它就自然而然亮起来了。然后也是之前先把这个眼睛铺了一些底色，底色呢也是一个过渡色，上面是蓝，下面是紫，这么一个眼球过渡色。然后这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给他画这个上眼线，对不对？上眼皮。然后也是用一个比较稍微深一点这个棕色去勾了一圈，勾完一圈之后呢，拿重一点的这个重蓝色啊，深蓝色去点一下这个刚才勾的这一圈的这个中间部分，然后它会自然而然往边上扩散，然后再顺着这个笔呢，用这个颜色啊去往下去勾一下，就是勾一下这个眼球的这一圈，包括中间那个瞳孔啊，然后就是用这个颜色啊，然后勾完之后呢，再把笔涮干净，涮干净之后呢，去用这个干笔去吸一下这个吸一下眼角处，懂不懂？就吸一下这个你画这条黑线的这个眼角处，这样的话它就会显得淡一点，就形成一种比较漂亮的效果。然后这时候呢也是再勾一下嘴啊，对不对？这时候也是勾线嘛，对不对？勾线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这种比较简单这种平涂画法嘛，这平涂画法你想体验效果多的就是这个勾线步骤。这勾线步骤也是用的是这个棕色的这个油性彩铅，注意一定要用油性彩铅，用的是这个棕色油性彩铅去认认真真的去勾这些线，然后勾的时候呢，注意去多勾勒出一些细节来，这样也是能体现出这幅画的细致程度啊。然后在这呢，也是
不卖关子了，把这个重磅消息告诉小伙伴们，对不对？什么重磅消息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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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小熊绅士珍藏版大全套明信片现在再次开售，对不对？再次开售，然后呢，每一份都会有这种精美的包装啊，对不对？精美的包装。然后这次呢，一共是分三套，对不对？分三种不同的这个套装啊，对不对？不同的套装。这个经典包呢是22张，也是挺多作品，对不对？然后新增包 A 是12张，新增包 B 也是12张，有这一期和上一期的这两个银发娘，对不对？这个小智障。也是这个有意购买的小伙伴呢，可以去下面这个淘宝链接去看一下，对不对？去看一下。然后也是右边也是有个淘宝的二维码，然后也可以一扫也可以进去看宝贝详情。再懒一点小伙伴呢，可以直接搜淘宝店，搜小熊绅士工作室这个淘宝店，进去呢就可以看到了。然后你也不用找啊，这整个淘宝店呢就那一个商品。名片呢是找印刷厂，用非常好的纸，对不对？用非常好的纸印了无数次样品，最后才搞定了，对不对？成品效果呢也是特别的棒，特别特别的棒，对不对？拿到手里呢简直就是闪闪发光，有没有？对不对？简直就像是小当家打开了锅盖一样那种感觉。然后无论送人呢还是自己收藏，都是特别特别好，对不对？都是极好的。然后也是在这呢，也是希望小伙伴们呢都能支持一下小熊，对不对？都能支持鼓励一下小熊，对不对？自食其力很是艰难，每卖一套呢就相当于小熊我有了一顿饭吃，对不对？你们这就叫变相给小熊投食，哎，也是特别特别萌，对不对？特别特别萌。在这里呢，我再次感谢大家对我的这个鼓励与支持，对不对？然后呢，我也再次安利大家一次，对不对？底下呢是这个淘宝店的链接啊，以及这个淘宝店名，然后右边呢是这个淘宝店二维码啊，不对不对，这个明信片二维码，对不对？然后想购买或者有意购买小伙伴呢，一定要进去看一看，特别特别好。购买链接呢，在这个视频底下这个视频介绍啊，也会放出链接来，方便大家去复制啊，对不对？然后咱们扯了这么多，对不对？安利大家这么多，也是该扯回画画了，对不对？该扯回画画。这一转眼之间，对不对？转眼之间，这个妹子已经画了挺多了，对不对？画挺多了。然后这时候可能就有小伙伴问了，哎，小熊，你画这个妹子，对不对？包括上期，包括这期，就是这个妹子，你给起什么名？哎，可能我刚才已经说漏嘴了，对，她叫小智障。为什么他叫小智障呢？因为他是一个马猴烧酒啊，对不对？他一个马猴烧酒，然后呢他会智障，对不对？他会智障。哎，少女你智障吗？啊，对，他就是智障，对不对？他会智障。然后大家看到他右手拿的那个跟一个棒棒糖一样的棍状体，这就是这个少女他智的障，对不对？我给他起名叫做浩瀚星空与大海，三进三出，我最牛逼，超级无敌魔法星辰杖，对不对？这个东西特别厉害。然后这个少女也是很厉害，然后她也是有一个围巾啊，对不对？上期视频就是给她画这个反牛顿这个围巾，对不对？反牛顿围巾，这个围巾呢会迎风飘扬，对不对？会迎风飘扬，也是很是厉害。然后大家看到啊，这个我现在来给她画衣服。这衣服呢也是一开始画这个条纹衫怎么画呢，一开始也是用这个棕色，就是画这个条纹，画条纹的时候注意这个衣褶，有衣褶地方这个条纹会发生改变，就比如说往上一点往下一点，反正就是你得画出这种衣褶感觉。然后等它干了之后呢，咱们再进行这个阴影处的处理，就那个衣褶产生的小阴影，以及衣服与衣服之间的这种小阴影。这地方处理完之后，咱们再拿这个棕色的油性彩铅进行勾线，对不对？然后这画水彩呢，大家要利用时间，对不对？因为等它干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无聊的，对不对？非常无聊。所以说
比如说画衣服，咱们等它干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围巾与这个裙子的底色给铺完了，对不对？然后现在呢，我给这个衣服画了阴影，然后画完阴影之后呢，咱们就可以再进行处理一下这个围巾啊，以及这个裙子之类这些地方啊，就可以进行处理了。总之呢，大家一定要就是养成一个习惯，就不要等它干的时候你就去刷微博呀，去看电视剧啊之类的，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啊，对不对？就比如说现在呢，这个刚才我在等裙子干的过程中呢，我就去勾了这个头发线，去勾了这个围巾的线，去画完衣服的阴影，然后现在裙子干了，然后正好给这个裙子上上这个阴影以及这个裙褶的颜色。这期视频啊，画的也是一个非常简单这个平涂画法，这个平涂画法呢特别特别简单，比较适合这个新手去练习，对不对？小伙伴们呢也是可以看这个视频去模仿一下，对不对？模仿一下也是特别简单，也是不多讲了，在这呢给小伙伴们讲个段子吧，对不对？事情是这样的，小王吧，对不对？就故事主角就叫小王吧。大夏天了，对不对？大夏天的天气很热，然后半夜呢起床，小王准备去上厕所，迷迷糊糊的也就懒得开灯了。摸黑回到卧室之后，发现墙角怎么有红点儿，越看越奇怪。小王我呢也是比较迷信，越感觉越不对，背后毛毛的，就慢慢的走过去，想看看那个红点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捡起来一摸，妈蛋，烫死老子了，是蚊香，呵呵。然后这个故事就是这样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对不对？半夜起来上厕所一定要开灯，对不对？一定要开灯。在这呢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工具吧。然后这一期用的纸呢是这个阿诗300克细纹的纸，然后颜料是史明克24色学院级颜料，笔是华虹500松鼠毛笔1号，还有一根买颜料送的尼龙笔4号的，然后勾线用的是棕色的油性彩铅。然后还有好多小伙伴问这个小熊你底下垫这块绿板子是什么呀，哎，这块绿板子呢是叫做模型切割板吧，好像叫这个，然后也是看挺好玩的，就买来垫着，对不对？垫着实际上它并没有什么卵用啊。然后在这呢也是在拿着樱花白笔点上白点，这幅画呢差不多就画完了，然后这完成稿当当当当当，也是还有那么点意思，对不对？其实这个智障少女这个小熊呢已经画了好几幅了，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几个，然后还是谢谢大家一直以来支持啊，对不对？还是再次强调一遍，对不对？想购买小熊绅士珍藏版明信片的小伙伴呢可以去那个淘宝链接去看一下，顺便一提这个购买大全套的话会有优惠以及包邮，对不对？最后呢还是希望小伙伴们能投个硬币什么的，对不对？您的支持我的动力，咱们下期再见，拜拜。